大家好，我是腾神，欢迎收看《三国志战略版》腾神的黑科技第50期。话说33期时，我分享了我的虎臣星霸旗，这赛季我依旧是祭出死队，为此还是将宝物给到甘宁，使得我的盖魔盾都没完，这赛季继续盖风盾。此队我也在30期和41期有详细介绍，只是这赛季用孙坚顶替了曹仁，这赛季的虎臣星霸旗跟之前分享的那套兵书方面有做改变，我也是为了应对对手先攻和快攻碰瓷的队伍比较多，便有做调整，将甘宁和太史慈的兵书全部改为以致击乱降威神机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战报，这期分享的都为多川战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战报，18000的兵第一场碰到了一对满红陆逊的无枪，还是近18000的兵第二场碰掉了桃源盾，然后近17000的兵碰掉了由曹操、贾诩、郭嘉组成的满红魏旗，最后近13000的兵碰掉了满红皇冠枪。我们再来看这份战报，近20000